下一位，来，先我跟你玩一次啊，你讲取快递，取快递，你要喊第一位，第一位，你要问我叫什么名，叫什么名？比如比方我是你，我的名字叫，哎，我叫蒋英文，你叫我为什么要讲英文？为什么要讲英文？我叫你讲英，我叫蒋英文。讲英文不是，你就要讲一段英文，比如讲，比如讲 welcome， 你干嘛要讲英文？你叫我讲啊，我的名字叫蒋英文。走，你跟你要给我快递，你要给我快递啊，你给我拿快递来给我。明白了吗？弟弟明白，弟弟。取快递了。